原标题爱国僧人身怀绝技下山追随这位开国元帅抗日胜利后回归伯门抗日神剧至今仍然为人所诟病他们是对英烈的亵渎在很多看似神剧的名字背后也有一些真的历史事实被掩盖了像之前有些电视剧因和尚抗日而被网友吐槽但除了电视剧里自身带有的槽点之外在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这么一批爱国僧人他们虽然身在世外但仍饱含爱国情怀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大肆侵犯我国华北地区救亡图存的热血之士在这片大地上也开始组建我国的抗日力量在著名的晋察冀根据地刚刚建立时由于物资短缺敌我力量悬殊共产党部队往往多在山区设伏打击敌人五台山则是晋察冀根据地最早的立足点在1937年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后由于不想侵扰地方可部队又没有地方落脚只能住在五台山的寺庙里为了取得当地僧人的理解聂荣臻司令员亲自到寺庙中与僧侣交谈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和抗日救国纲领八路军进驻寺庙时十分爱护文物古迹尊重信仰对僧侣们态度十分友好这让饱受日本荼毒的众僧看在眼里内心十分感动后来五台山的大法师然秀代表五台山僧众跟聂司令表示吾等出家不出国保不住国家佛教寺庙何存抗日救亡僧众有责毅然决然带领众僧加入抗日武装于是在1938年4月山西五台山台怀镇的48座清庙21座皇庙的各族僧众一共1700多人被共产党组织起来每个人怀着激昂的爱国热情一同组建了五台山佛教救国同盟会在这1700多人中佛就会抽取青黄两庙中18至35岁约480多名青年僧人单独组织成立战斗力较强的僧侣自卫队又称和尚连正如当年经典的老电影少林寺中一直不愿杀生的大和尚退无可退最后也同意小和尚们出手正所谓我佛慈悲一成恶妖魔横行自然要一棒扫乾坤在电影中如果说小和尚们开戒还手是不择手段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僧兵们也不再手软拿起武器保家卫国而最后皈依佛门则是不敢出中在抗战胜利后在经历战火幸存下来的光荣战士有的继续从军入伍有的则再次回到五台山继续礼佛正印证了那句不改初衷当年的和尚连里有个法名叫喜剧的小和尚后来担任了五台山佛教协会的会长成为一代法师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